景欣老师，今天大盘指数重挫超过400点，但是我们的荣钢再创新高。我跟你讲，还不止，还不止哦。我们家的彩虹城堡也创高。彩虹城堡是谁？想了解吗？当然，看节目喽。欢迎听众好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我是品花。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台北股市最美的分析师，我们的刘元金。刘荣刚，刘彩虹城堡了，是我们彩虹城堡还没开牌，对不对？还没。甜心老师你好，品花好，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想老朋友一路追随甜心的好朋友们，有甜心的股票，哎，你手上股票就是美；有甜心的股票呢，你的财富就是发。来来来，今天大盘回落超过400点，老师给大家的荣刚，哎，今天。不止涨，还创新高，还有我们的彩虹城堡，上周一直涨，今天也继续的涨，持续的创高，真的是太强太好赚了吧！我还记得上周我们的荣刚把所有的好朋友们，把我们的会员好朋友锁在爱的锁链当中，对不对？对。那么今天呢，继续的创高，老师那股票真的是不仅白富美，然后呢又让大家美的冒泡，又让大家发发发旺旺旺发鲁了啦！怎么那么好赚？强到没有朋友。有哈，拍到赚到，拍拍手让你放烟火了。你看一下荣钢的 K 线哈，今天有没有很漂亮？是当当当当，这个下影线也太美了。是噶被中金啦，看不懂哦，早盘就一直砍，一直砍，一直砍，哦，尾盘收涨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很舒服？天啊，早知道听妍希的话，早知道跟紧甜心老师，再次恭喜会员呐、啊，撸碳撸贼了啦！啊、哦，这里以后就是轻松赚了，哎、欸，真的是轻松赚，哎、欸，大盘回落超过400点呢、欸，400点来来、啊，我们来讲盘，我知道今天你又有疑虑了，又有点担心跟害怕了。其实哈，嗯，这个盘哈，在上个礼拜五，你又看到道琼是重挫的、嗯，那为什么重挫？一定是有原因的嘛，嗯，因为后费得出来一些。比较偏鹰派的言论，嗯，哎、欸，什么叫偏鹰派？来，老鹰大家应该知道它是掠食性的动物，对，它是比较会有攻击性的。是，然后如果是鸽派言论的话，哈、嗯，它就是 peace， 就是比较和平一点点。对，那鹰派言论就是会比较会有冲击啦。好，那讲回来，我们来讲哈，因为费德他已经跟你讲了，通膨是超乎预期了、嗯，而且不止超乎预期，是超乎我们费德设定的三倍。是三倍有没有很高？很高哎、欸，很高嘛、哦、所以那个费德就讲了哈，五月哦应该是一次要升两码、嗯，再来有另一派的费德的言论又讲哈，不止五月，嗯，六月、七月哦各要升三码。哇、wow、哦！重复一次哦，六、月、七月各要升三码。我问你，三码0.75，嗯嗯嗯，各升三码0.5，1.5了。是，好，那前面五月已经升两码了，0.5，嗯，加起来是多少？两码、哦、，total 哦，五六七两码。我说假设嘛、嗯嗯，你一定要最坏的准备，准备對做出来，嗯、是不是两码？是，好是两码。那我现在再告诉你，以目前来讲，公债殖利率是3%，嗯哼。3% 再加2%加起来是多少？5%。我问你哦，买债哦放在那边不用管它哦、嗯、会有 5% 的收入、嗯、是对你有没有吸引力？有诶、欸、5% 呢、欸。这样知道吗？因为连台积电现在都没有这样的殖利率，真的啊？这样知道吗？所以会有一部分的人，哦、他可能会在股市里面后就卖股票去换债，就把钱抽出来去换债了。会有这种，所以你看到上礼拜道琼重挫、嗯，然后连带影响到整个国际股市。哎、欸，这是升息的问题吗？没错，哦，不是只有我们的问题哈、嗯嗯嗯，全球的问题哈，连带。国际股市都是重挫，所以就是会受到这些黑天鹅。你可以看到近期是升息啊，有没有？然后通膨啊，然后还有一些那个不能讲的那个人数，对对，持续的创高。我没有空，对黑天鹅。轮流一直飞，一直飞。不过妍希一直提醒大家，这里干嘛？飞快一点好了。对呀、啊，全部一起来飞，好不好？今天看到400，来，我跟你讲，你就说老师地板在哪里？嗯。来，先看前面，看到了没？16162，有的。我明跟你讲，嗯，老师你怎么这么实在啊？16162，先看熟不熟嘛，嗯，对不对？为什么你看到这里最好今天这样，后盘后的资料可以出来，就是融资最好杀、嗯、
超过百亿最好、哦、最好杀多一点，你那个筹码可以稍微轻一点轻一点、嗯、这个会加速那个电子的筹码是做一个沉淀、嗯、了解对不对？好，那再来你看到我说过台股在任何位阶你一定要有正能量，是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上礼拜一直提醒大家，上礼拜台股是今天就回了哟。嗯，你现在看到的是台股哦，来，上礼拜就回了。上礼拜，不要讲上礼拜，你把 K 线打开，有没有发拉长？是这个月几乎拉长回，对，这个月都在回，没错，这个月都在回，就是这个月了。可是妍希这个月都在讲什么？来，第一点，我给你信心。对，你现在看到的是字卡，你现在看到的是经济部已经告诉你，我的外销订单下下降。是我外销订单，只是迟早会反映到股市。是，没错，迟早会反映到股价、嗯、因为我的货持续会一直出。当然，好，再来我也跟大家讲，台股现在的本益比又低，是低，殖利率又 高, 又高，对，相对后强于国际股市嘛、嗯、好，但是你还是看到今天回落了、嗯、对不对？有，你还是看到今天回落，但是你有没有发觉大盘在这一段时间，就像我刚才告诉各位，从四月开始、嗯、哼，你现在看到大盘 K 线，从四月开始，我是不是在三月底我叫你干嘛？赶快来拿再生能源，有，赶快来拿产业报告，再生能源、嗯、是的，产业报告，你日期看得清清楚楚，三月二十五，三二五，对，你现在日期看好，来把元金打开来，六四四三，老师，你给我元金在起涨点呢、欸，是呢，起标点呢、欸，我要你去比对大盘，你现在看的是大盘的 K 线，对，你再看到元金四月到现在的这一大波，哇塞的走势、哦、我问大家、哦、心情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感觉今天好像没有什么跌、欸、心情很美丽。我说过，我实在做实在讲，是的，我会事先讲。嗯，为什么呢？你现在看到元金后，你现在看到它是冲高这一波后，你看了我们二八到快三八快要到五十了，对，三八到五十五字头，好恐怖哦，好好赚哦。妍希，你一下三八到四八，后来又创高到五十、啊，来、嗯，我说过了，很多人可能来，现在是四月底嘛，对，很多人可能要到五月他才看得到财报，嗯，他才会去看一下后前三个月后第一季的季报好不好，他才看得出成长公司，哎、欸，我是老师呢，嘿娜，我要带全国会员呢，当然，所以呢，我功课是持续做的嘛，一定的啊，所以到四月我赶快跟你说，再生能源赶快，是啊，跟来哦、喔，会员是不是通通都有？任务啦，你现在看到字卡是什么？高成长期，是的。高成长期，我不是到了财报出来我才告诉你高成长期，不是哦，不是，这个你要听清楚、嗯、我说过我认真不用讲，你光看我这一波元金可以给你在起涨点，是的，一路走高，有还避开了这一波，我相信啊，这一波大盘的回落是回落的耶，来来来，一滴滴呢，一千点，超过一千点了，妈呀，这一波四月到现在哦、嗯，就这一波就一千，超过一千咯，是的，你光看就知道咯、嗯、那为什么好元金，元金给你了，你是赚了以后，老师还有没有股票？钢铁有，钢铁啊，钢铁，我一直跟你强调什么，从三月开始我就是2002中钢赚、嗯、2014中红赚，到了四月、嗯、我告诉你一样钢铁换到荣钢轮流赚，有没有这个概念？有的，一样是钢铁哦，手上的股票就是轮流赚，你可不可以赚完一档然后再换一档刚刚要起涨的？可以啊，无缝接轨，有没有感觉很棒？哎、欸，好舒服哦，左手赚右手赚，右手赚完换左手赚，上个礼拜锁死嘛，哎、欸、对呀、啊、我又今天又创高了、欸、今天又创高、欸、妈呀，天哪，甜心在你身边我好安心哦，老师，今天大盘是拉回超过四百点，你就讲四月这一波已经过千点的啦，已经过千点，你的资金假设放在元金，金有没有很安心？安心，你的资金假设放在荣钢，你睡得着吗？当然睡得着，舒服，真的啊！再次恭喜会员啊，以及长期收听节目的好朋友，通通都大赚了。好，这里要讲一下，你看荣钢的 K 线，是不是一波比一波高？有，超级美的，波波高，波波高，波波高啦！今天还留长下影线，对呀、啊，你砍掉全部被人家收走了，二堆新光哦，哎呦，新光就甜、哎，今天就甜呢。那你再认真看一下，嗯、这一段时间大盘已经千点重挫，是啊，千点重挫，你的资金放在6443很安心，当然安心。
心。你的资金放在荣钢睡得着，舒服。你的资金放在长荣，我前面赚一趟了，是不是还是相对安心？当然咯，这样了解吗？稳健操作，我希望你稳健操作嘛。那你现在后看到荣钢，今天大盘回落400点，哎呦，没有关系。那你要有一个想法，好，假设，假设巴特今天盘是涨的，对，他应该又锁了吧？哎，对呀。十之八九是锁的耶，你要有这个概念，你知道吗？我已经帮你找到盘面最强的股票，通通都有的。好，再来讲一下，好，侧标彩虹城堡，你可能很好奇。对呀、啊，老师，这是老朋友彩虹城堡，我们之前大家赚了30%的涨幅，又 对，今天又创高了。妈呀，老师，那股票怎么都这么有个性呢？下半场来开牌，老师说到了荣钢哈，看荣钢这么的飙，就这一波其实蛮强势的一个股票，从二字头涨到了28、29、30、31、32、33，今天股价再继续的涨。老师，既然你这么了解这档股票，那可以偷偷问一下。目标价，我就知道你要问什么。你怎么知道我要问的？来，会员通通看这里啊！我告诉你，我常常我都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龙刚哈，会员要知道，我上个礼拜五对的索马影音对已经把目标价告诉各位了。哎、欸，这边不能讲哈。哦，这里不能讲、哦，这边不能讲哦，是这里不能讲、啊。彩虹城堡也一并讲了。天哪，你上礼拜就讲了，我股票这么强，老师你这是买葱送肉哎、欸，你真的是大方送哎、欸。上礼拜的索马哈，通通回去听，然后会员都可以去听来荣钢啊，然后那个彩虹城堡啊，对，今天索马影音的会员就好开心哦，哎、感谢甜心、哦，根本不想看盘。今天早上去血拼去了，今天朋友拉回400点没有、欸？应该是涨400点吧。没有，天哪！到底想要到底能赚多少？来，索马，你知道目标价以后赚多赚少是不是由你决定？当然由你决定了。对啊，哦，今天讲一个特别的啦，好，你看到今天的盘是重挫，是重挫的。我知道你可能不是我会员会受伤。对不对？对，没错。你没有龙钢，你受伤啊！受伤了。你没有元金，你心里也受伤啊！你当然受伤。有时候是心理受伤、那个心理受伤的层面是很难抚平的。来，你过来，我帮你抚平。为什么我这样讲、今天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我现在放到的是大盘 K 线，今天是第一天重挫，我没有告诉你它之后要重挫、但是今天很多的股票开始跌，尤其是电子，尤其是之前非常强的电子。这里是重点喽、我要问你，你要小赔还是要当？阿兹喜，小赔小赔，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你可不可以小输？我说过了，可以，我可以小输啊，我可以接受小输，但是我不可以大赔，大赔是阿兹喜呢，不行呐、对不对？不行，对不对？对，不行。所以我说今天是非常转折，有一些之前你很爱的成长股跟强势股刚刚起跌，你在这个位置，你绝对要把你手中的股票做一个汰弱换强的动作。假设你真的不知道该处理，对，来，我今天给你一个。超级优惠，好哦！哎、欸，那不就是 double 赚赚 double 的优惠了吗？可是这个会更好，因为我说实在的，盘都下来了，股票又变便宜了。没错，好啦，我一句话，因为我知道你来找我，一定是套牢的。当然，我连会费我都给你超级优惠。天哪、啊，感谢甜心，赞叹甜心啦！甜心就是这么大心的老师，这么大方的老师哦。每每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伸出双手，但老师不在你。老师不知道你在哪里，对啊，所以现在即刻来电，需要老师帮忙的地方，不管你现在是心理受伤也好，或者是荷包受伤也好，全部通通来，老师给您超级的优惠哦。何谓超级的优惠？让您在这个时间，这个moment，股票变便宜了，然后呢，会费也很亲民，轻松跟上哈，不敢买，不会操作，不会分辨，直接让老师来帮助你，电话来做拨通喽。欢迎你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亲爱的朋友，这个时间来找甜心刚刚好，不管你是心理受伤也好啦，或者是你的荷包受伤也好啦，来，贴心的老师就是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双手来帮助大家，超级优惠，今天务必赶快跟上脚步了。那么另外呢，上周五包括我们索马里面有老师有告诉大家这个龙钢跟彩虹城堡的目标价，这边不能说，想知道的好朋友来索马自己去听，非常简单，这边不能讲，索马自己去听。那说到老师，你一直说我们的那个彩虹城堡，我们的老朋友啊，那他到底是谁啦？先看 K 线啦，好，看 K 线，就知道了。
直接敲给你看啊！欸、等一下，直接开哦，直接开啊！啊啊！我问你啊，上礼拜我叫你来的时候，股票涨了没？还没有啊？是不是慢慢推？对呀，慢慢推耶，越定越高哎！天哪、啊，来，你再看大盘，天哪、啊，天跌四霸呢？四霸点呢？不是四点，不是四十点，是四百点呢？四霸点呢？老师，你的股票那也 key 没刷？啊，那那股票那也就不合群，就涨得跟别人不一样。key 耶、哦，金价就哇，金价就恐怖哎！金价我刚水当当当当的水啦，这个嘛。哎，水哇哇，哪下也要 key， 好你探个嘴，探个爸，探个摸摸摸，知道哪一只了吗？有，知道了，感谢来会员上个、啊、会员，我上礼拜在做的时候，我是不是通通都有？有、嗯嗯嗯，全部来得及上车，当然。慢慢推上去的感觉好不好？舒服舒服。换句话说，嗯，假设今天大盘是涨的，哎呀，涨停板啦哈，找不到人了啦，真的的、啊，找不到人了。来，字卡拿出来，你先看。我上个礼拜、嗯、我已经告诉各位了，我说过哈。我所有的操作是事先给，当然事先讲，我要帮助你。嗯，好，你可以看上个礼拜我说过，因为会员买太少，对，所以我先什么查查查，先把那个名字先给他杠掉。但是非常多人只要一听到彩虹城堡、哦，马上就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去年也做过，有。我去年就是做过、嗯啊、红宝红宝彩虹城堡这个盘跌四百点，你看到彩虹城堡有没有看到彩虹？有，有没有看到希望？当然有、啊，有没有看到光明？有的。现在来，你把字卡看清楚。好，本益比不到十倍了，便宜的。去年两块多了、哎，今年有机会挑战四块多了。哎呦，股价小咖虾米嘞，真的。有没有看到上个礼拜股价小咖虾米嘞？嘿呀、啊，五十都还没有到，真的，五十都还没有到。好好赚、哦，难道你还要去买之前涨很多、哦？不要呢，我今年可不可以换别的东西成长嘛？可以，就像这样、哦、这个概念啊，可以，就这个概念啊。所以拉回来，再次恭喜。会员啊，以及哎、欸、没有，只有会员啊，因为老师还没开牌哦、啊。哎、欸，有听到了好朋友开牌啦、啊，恭喜大家，上礼拜再次恭喜会员啊，撸碳撸贼啊，这里很开心 啊，你看到后，你看到 K 线，你会觉得哦，早知道赶快来跟妍希、嗯，对啊，早知道哦，跟上最专注才能妍希老师就对了，你这段时间。没有发觉，在妍希身边很稳健吗？哎、欸，盘是回落的，你有老师的彩虹城嘛？你有老师的荣钢，你有老师的元金，你毫发无伤哎，就是要这样嘛，就是要这样嘛、哦！我要你的就是这样的道理而已，我没有说后要大赚特赚，我真的知道这段时间我赚的比较慢、嗯。老师，你不能这样子讲，很多人的红这个荷包是受损变小再变小，我们是荷包是变大再变大，家中的金库加大加宽再加深。我才要给你一个观念、哦、你要知道，假设今天这个大盘是涨的、嗯，是涨的，我的股票是翻倍再翻倍，没错。但是今天这个股票是今天这个大盘是回落的，指数是回落的，指数是回落的、嗯。我说过了，你记不记得这个指数在三月的时候，我马上告诉你，你要有一个今年要有一个高殖利率的概念，有，有没有？你要有防御型的股票，对的，你的投资组合里面要有防御型的概念，是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成长股很好，我很爱。我知道电子股很好，我很爱做。不过现在就是干嘛？该整理的时候我们让它整理嘛，对不对？你什么时候该做成长股就做成长股，是的。你什么时候该做防御型的，你脑袋要清楚。所以我一直告诉你，你操作的节奏要非常明确。有，那你现在看到的是大盘从三月到现在是回落，回落的，包含从四月到现在也是回落的。那你现在看到我三月带你什么赚六一零四？是的，创我是不是赚六一零四？有的，好。你现在看 K 线是不是赚一波？有四九一九是不是赚一波？赚一波三五三二是不是赚一波？赚一波这些都是什么好股票、好公司？是不是赚一波？让大家三月赚，你要知道，对，来五四二五三月是不是都是赚？有的三月光大盘反弹的这一段时间是不是赚？赚的。我说了，大盘在三月十七到三月底反弹是七百点，是我们三月就赚了很多电子股了。有，但是这一波有没有下来？这一波我是不是告诉你什么再生能？元呐、啊，就是元金嘛，五零零九啊，元刚啊，它不是同样的节奏吗？是啊，对不对？嗯、那我问你啦，好啦，今天既然要下来了，嗯、直接破前低了，嗯、那如果我说过了，既然要跌，跌快一点，是对不对？对，来去破前低以后，真的
负乖离过大会急弹，但急弹的时候，你想不想要做到一些比较活泼的？当然想啊，就这个概念而已嘛。嗯哼，就这个概念而已，清楚明白了。所以今天我还是提醒大家，这个点位很清楚。是，如果真的不知道手上的股票该怎么处理的，就赶快拨电话进来。来，亲爱的老朋友，只有甜心在这个时间点呢，最关键的时刻呢，愿意伸手帮助大家。所以呢，今天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哦。手上的股票没跌没涨，甚至被套牢，你不小心这个心理受伤了，荷包受伤的好朋友，全部到甜心身边哈，给您最大的一个保护，给您最及时的一个帮助，超级优惠 ，double 赚赚 double， 我们的快闪优惠专案活动，让你呢会费是亲民的，让你的股票哎变便宜了，如何太弱换强，不会分辨，不会操作，赶快电话拨通，跟上脚步喽，安内探卡可以拿哈，来直接光鞋留给大家打电话喽。节目中呢，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品话，幸运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跟着来，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操作顺利喽 ，YT 频道的好朋友明天见喽，拜。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